完整的拍六七分钟，完整的拍，好不好？是完整的拍也没必要啊，感觉。完整的拍一个，比较有可信度。你完整的拍一个，完整拍就可信度高一点。A complete video, make the ridicule fall in one line.6 minutes.重要是那个肢体放的多一点，应该速度时间应该要久一点。现在主要是啊一样的吗？跟量没有关系啊。主要是量，你量增加的非常少，如果说你把篮子铺满装满了，那个时间肯定要加长的。它本身锅是有压力制的，如果说你要是开口的话，就像那个要是装满了的话，它应该压力上升应该也会很快吧？对，但是装满了水分就食物多，水分就多了。还近点，没事的，这个看得见了呀。那我们往多拍一点。这是个。现在160分钟，165周是吧？对。This is a complete testing video.一直拍到拍到做出来。这是一个切好了，一个没切吗？没有，这个是大腿，刚刚那是中翅，这是鸡大腿，刚那个是叫哦不，翅根那个叫。翅根比较好的。翅根小，翅根中跟中翅时间一样的，大腿要11-12分钟，大腿的肉厚。看压力表 ，see the pressure panel, you can go。你要不直接你来。你进去点。This is the pressure, value panel. It quite well up. Make sure it always keep in the green area. 那过一分钟，再看一看那个。其实那个没什么，应该差不多了。那个压力会上去啊，我刚刚有看的那个。它会炸到后面一两分钟的时候上的特别高。对对对，它温度，它是跟温度这些东西都成比例上去的。啊，这个腿大。这个大腿，这个可能会当那个香，通常那个是用干碟腌的。这个调料多一点。你也可以。这个是鸡，这个是鸡爪吗？鸡腿。哦不不不，这个啊、哦、这个、鸡脖，昨天买的两只鸡，我鸡头都在，我还会拍杀鸡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杀过这鸡。然后下面它，我以为它鸡头啊，它肯定都会剪掉的，鸡头都在。我看他们炸鸡，这个炸鸡肉也好吃的，他们说。2 minutes left. Thank you.
想打比较漂亮的。所以就是压力为了保持一个动作，只有在自动排气。啊，这等于他到现在这个压力，他就已经开始自动排气了。对对对。那正常，比如说那个，他这个压力，他能不能自我们自己设定他压力是多少？嗯，大概范围可以，比较精准就不行。整个拍进去。上面一点，背会气。现在整个门拍了进去的。Air release。那么一点点，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要比那个好一点。但是，哎呀，像视频里面看起来没那么黑。And this machine with oil pump, you can filter oil by itself, so you can use the oil again and again. Okay, finish.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.